了。
前方30公尺后，通过37公里往前直走。接下来，通过37公里往前直走。Thank you.
当然，就要赶快跑了。我们慢慢学这样子。我看你怎么搞。即将进入终点，先恭喜大家顺利完赛。前方70公尺后，通过45公里。偏离路线太远，请查看地图，回到正确路线。偏离路线太远，请查看地图，回到正确路线。前方70公尺后，左转即将进入终点，先恭喜大家顺利完赛。前方30公尺后，左转即将进入终点，先恭喜大家顺利完赛。前方30公尺后，通过45公里。前方30公尺后，到达终点，总距离45.008公里。接下来，左转即将进入终点，先恭喜大家顺利完赛。前方30公尺后，通过45公里。
Yeah.